他平常对马桶的那种整洁程度真的是超乎我想象，但是碗筷就是他会放在那边。我觉得他是不是在你面前就先给你一个震撼的画面，就是他在抠马桶，然后你抠完之后，他以后碗筷就放在那边，因为他一定想说你再做不要洗碗，不要叫我洗哦。只是你一直没有 get 到。对啊，好，马桶假如他已经这么深入的去处理了，我基本上不太希望他碰到我碗筷。今天晚上11点 ，MyVideo 线上收看，小姐不吸地。